你为什么不出来呀？走，我们去找哈苏勒，你给他道歉。我不是见他什么，比武就是要赢。 你是不是记恨我跟阿苏勒？不是，你就是。我们两个成婚，你耿耿于怀是吧？想知道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我没有救你，就能换被撞的天秤，你满意了吧？雪莲，我不能走。 救了我的命，他帮我报了杀母之仇。我答应他要帮他完成三件事再走，没完成之前我不能走。都是借口。说白了，你就是喜欢你身上的这身铠甲。 第一次去军营找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眼神变了。你是不是在那儿过得特别自在啊？和他们在一起，我觉得我们是同类。是。 在那儿能得到你想要的军职，能升官，你想要的都能得到。雨然，等我完成这三件事，我就回去找你。你还是舍不得走，是不是？